我要你今天交出一份老朋友轰趴的企划。可是你都没有事先提醒我们，这样怎么会有好想法啊？关我屁事啊！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啊？可是哈。怎么样？今天请大家吃君君饭店的凯子屋早餐，还开心吗？开心。既然开心，君君有件事情要麻烦你们。朱姐，你尽管交代，我们一定都能完成。好。我要你们今天交出一份老朋友轰趴的详细活动企划，从服装造型、活动内容到餐点设计都要有，主题就是复刻经典。没有交出来，今天就不要下班了。朱姐，可是你都没有事先提醒我们，这样怎么会有好想法啊？关我屁事啊！你是老板还是我是老板？不然你发薪水给我好了。啊？可是。从早餐时间开会到吃晚餐。这会议会不会开太久了？朱姐今天也太难应付了吧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要的。是不是上次因为移花政策的事情，所以故意刁难我啊？以豪哥都你啦，你上次干嘛跟他翻脸啊？我不要烧宵夜才回家哦。好 man 啊塞！如果朱姐愿用公费买宵夜的话，我是还可以吃啊。对了，贵哥姐，你们看。你不知道我现在很烦闷吗？不要再吵了。舞跳得很好，但时间点不对。谢谢你冰甜的鼓励哦，但是对能不能下班没有帮助。他们都讲完了，那我就不酸你了。来，快把我冰旋风给我，我现在非常需要甜点来振奋我精神。妈，香浓的生用牛奶焦糖，拌入绵密柔软的冰淇淋，再加上卡兹饼干脆片，真是经典好滋味啊！哆啦 A 梦，哆啦 A 梦，胖虎抢走我的生用牛奶糖冰旋风，快帮我抢回来啦！真拿你没办法，看我的冰甜的鼓励！没用啊，他也没有换我冰旋风啊。我当然知道没用啊。那你刚才挑冰甜的手术干嘛啊？可可，你手上的是什么？是冰旋风。一人一杯复刻大人味的生用牛奶糖冰旋风，这样就不用哭了。谢谢哆啦 A 梦。有力，我有 idea。超值了，这个冰旋风那鬼叫什么啊？哎，豪哥，三位姐，你们吃一口就知道了、啊，这就是我们能不能下班的重要关键。有这么夸张？霹雳卡，霹雳啦啦，轻松开朗，开开通黑，温柔优美，泡美鲁克拉鲁克，夜莺高克，佩鲁坦佩登，舒爽明。黄昏舞台，给我们鼓励人心的清凉甜点吧！香浓的生用牛奶焦糖，拌入绵密柔软的冰淇淋，再加上卡兹饼干脆片，复刻大人味经典生用牛奶糖风味，真是好吃啊！心情整个大好哎，头脑思绪超清晰，终于可以继续和那只猪脑力激荡了。哪一只猪啊？朱丽叶那只猪啊。哎，小猪。朱丽叶那只猪。我喂你吃。来，再把你们想到的内容再讲一遍。经典卡通人物造型，现场提供生有牛奶糖冰旋风当作甜点，不仅好吃，杯子还有纪念收藏价值。老世代的重温这款复刻大人味，新世代强健经典好滋味。然后派对的最终高潮就是大家一起跳冰甜手势舞。朱姐不错吧？复刻经典加上创新的手势舞，
挺不赖的。可以下班了吗？都下班吧。耶、yeah! ！除了叫我猪那一个。谁啊？